当的，但少弟哦，这毋是款啦。讲当的人食遐钱哦，真夭寿啦，后摆无好买。伊真是安尼讲？是啦。你都唔知影咧，甲咱两个讲啊偌歹听的，讲什么？你是我的客兄啦，哦，咱两个歹心肝啦，会死啦，哦，什么死人骨头话哦，讲会出嘴啊？建昌啊，啊，你咪讲你若做董事长的时阵，咱就要结婚啊，啊，是去当个伫当时啊？咱两个若结婚吼，啊，咱就袂讲咱两个是客兄伙计啊，哦，建昌啊。可能讲要竞选议员，中央这件代志我无同个处理。大，你要竞选议员？你有啥物意见？无啦，我是讲你若要竞选议员吼，我要做你第一号的助选员。建昌啊，哪会生哦？你竟敢应该将陈少廷拢甲赶走啊？是安怎讲？迄个赖彩莲哦，老苍头呢，迄嘴是偌毒的，偌干的呢。啊，伊若吼爱一四过吼去讲迄个歹话，对伊是足不利的。金宝，哎，拍一个电话过去，我甲伊讲。好。来啊来啊，欢迎你。喂，白嫂，哎，洪小弟，是是是，有。阿好，你稍等，好。主管，分个两队。喂，朱芳英，副局长好。哦，是，我马上找人过。孙啊，找人对我出勤务。是，李老师，好诶，你对我啦。是。牌啊，恁拢无看？无啊，都搁做生意，也无看啊，你敢看？无看呢。嘿啊，物件没收。哎，拜托，拜托，大家小心点，拜托。红英啊，小等你啦，慢你啦，拜托啦，高姐一嘛，有物件卖收啦。我知的，你安尼是妨碍公务呢。红英，哎，有啥物代志，等下再来讲。该做的再做，你行吧。啊，刚做的。哎，讲较紧啦。啊，这阵还唔倒来食饭。哎，阿斌啊，阿姨甲阿叔拢还袂食饭，你菜木刚硬了了哦。阿妹，阿哥哥食遐济啊，你是咧算饭了来哦？啊，那无食。来，阿妹买菜给你，吼。青菜爱食，啊，蛋嘛爱食，吼。来，进去。喂，红英哦，啊你吃饱？啊，差点跟阿姑去了派出所。哎呦，啊哪会安尼啦？我先过。哎，阿斌啊，妹妹讲的哦，你莫走哦。归就归嘛，有事就让你归啦。恁祖妈艰苦累累啦，有伤害，有诽谤，有妨碍风化啦，甲咱欠恁一条。恁老母的老母的，甲做正当的生理，让恁乖哦。我知嘞，这是派出所嘞，请恁唔通胡编讲话哦。来，头先就卖阁讲啊。卖咁么 Q， 做官做奸呐，做人都袂好势啊！搁咧讲哪，恁大家还搁咧痴迷啊嘞？拜托的啦，落一条生路给人行嘞啦。恁是伫路边摆档，这是违反规定的啊。
有人检举，阮做警察当然来处罪嘛。有人检举？是啊。啊，我是啥物啊？食饱遐尼闲啊，无代志做哦，哈。哎，你先坐下。哪会安尼？你跟伊讲啦。点点啦，红英，主管啦，你坐落来。你做死了啦！你煞袂晓看哟。哎呦，你哪会要遐狗话啦？红英啊，歹势啦，也知影趁食人吼，啊唔捌事啊，啊当去摆摊啊，互你咧困觉，即个啦，后摆阮莫摆就好啦吼。小弟啊，免交好嘴啦。伊若遐敖吼，伊若毋去掠迄张建昌个大歹人，啊掠到恁即款嘞，哎呦，即细尾啊哩哦。你点？你哪安尼啦？若是有证据吼，阮一定会抓伊。不过你是违法营业的，阮同款来处理啊。嗯啊。啊，对啦，对啦，人伊讲安尼就对啦。咱共摆摊是咱无合法啦，爱共陪失礼啦，失礼哦，失礼吼。啊，歹势啊，歹势哦，恁大家皆无闲。安尼，阮后摆莫摆就好啦。啊，阮会使带转来无？孙啊，把单开开的，让伊转去啊。哈？是。哈？罚单？啊好。哎，发就去发啦，钱是人赚的，唔要看钱哦。阿姑，阿姑，快快来，等等等等。哎，那物件袂使提。小小的袂使提。所有物件要没收，袂要去提转去。啊？哎，拜托你即马，我讲一遍好无？所有物件要没收，这是法律的规定。我讲死心死心的我，那亲像空白纸，目屎。三号房十八号，哎，麻烦你搁大声嘞，嘿，啊好，放心啦，我明仔就一定送去吼，多谢吼。乖乖乖吼，唔通哭啦，啊，牛奶十百是过咧套餐啦，啊，牛做是无用嘞，唔只陪你佚佗吼，乖，乖乖乖乖乖。阿公看吼，乖，哎，看着阿公都袂哭啊，乖吼，阿公看吼，乖呀，阿公抱，嗯，坐落去啊啦。爸，我干嘛就煮啊？乖乖乖乖，哎乖吼，乖乖乖，唔能搞哦，乖乖乖，阿公我就煮啊，啊乖，乖乖乖，唔能搞哦。喂嘿，你搞唔对伊啊？乖乖乖，唔能搞。喂喂喂，哎，哦，你要电话来哦，你稍等下。我闭嘴啦。啊乖，唔能搞哦，阿姑嘴闭，嘿，稍等下哦。乖乖乖！哎呦，乖乖乖，小小小，你小哦，我的姐姐。好，多谢哈，多谢你哈。啊，小姐，你老远他来。我替你哦，做几件新衫啦，我是讲回去试看卖。哦，这个乖乖乖，好啊，好，妈妈妈，来来来，好，看看，看。
你哦，看到文玲的查某囝，伊生甲哦，甲文玲足亲像的呢。哎呀，讲到这个囡仔实在蛮是可怜，一个出世，老母都无去，老爸搁去用掠去关，一世人落落长的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你是咧替伊烦恼是无？我嘛伫考虑啦，文妮阿遐讲吼，叫我去花店上班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哎呦，好咯，哪会唔好？你吼普通时就只会花花草草啦，啊，你即马倒咧无头路啊，去花店吼有哈啦。阿哥，袂用考虑啊，你讲你唔高兴？我唔知要安怎讲，我心肝内足矛盾的，想要去，搁感觉无妥当。哎呦，你想伤济啊啦！你就是常常想想遐尼济吼，才会拢困袂去啦。哎，即马阮娘因查某囝当需要人照顾咧，啊因老爸搁遐济岁，中风搁坐轮椅，你若去花店上班吼，倒顺续会当甲看顾啊。人讲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含柯明辉过去遐温温暖暖哦，好切啊啦！我若答应要去遐做工课，是为着我对文妮的亏欠，甲柯明辉。一点仔关系拢无啦，你若会安尼讲上好啊，你若认为对文玲有亏欠，即卖伊当需要人帮忙，你就应该爱去做啊，哈，莫想遐济啊啦。就是姐，你嘛赞成我去？哎呦，当然嘛有赞成。啊，即卖你若有头路，我就免替你烦恼啊。无你是要踮厝的食西米是无？好啦，你明仔载就去花店上班，啊，即阵哦来困。哦，行行，别想遐济。哎，你这么讲话，我是来我看卖咧。啊，若直接办吼，啊，讲叫主管抓着吼，我是要安怎就好啦。啊，伊敢抓我敢办啦，来，明天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唔相信我的朋友安怎做的啦。怎好？哪会唔好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么假白，有代志我负责。查甫囝，你算算查甫囝。你负责啊？快来，冲冲冲啦！来来来，人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哎哎哎！明天做包的啦。今仔日明天所有拢挂起，我你有咩我都有趁来。来来来来，看这个线条有来，跳跳跳跳，你爱玩没呀？几秒？你爱我啦？五秒，你爱我啦？好，无你爱一百九哈，穿着九哈，穿着九九，来来来，快点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爸来，赶紧来，赶紧，我爸，我这小姐请哈，哦吼，谢谢你，李秘书，你来来来。我跟你讲啦，恁脑筋袂歹吼，恁就要紧来走啊！恁惊警察，恁够戆的哩。啊，是你较厉害。呀，恁都看啥？来来来，我。这个查某真是唔惊死，我敢当只做生意。林北绝对不要你好。你还记以前像啊？记咱第一面见面的时候，你知影你细人，想要到一日了，已经遐尼大张啊。我是在想。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？你是讲因哪会生做安尼？算唔知日头吼，乌鸦照起来，所有的树啊拢向阳，当然嘛会生做安尼。我现在不听你。讲什么？不听你。我咧讲，我出题猜连是不听你。哦，你是讲猜连？啊，我是讲这树啊啦，煞唔知迄树啊吼，你若好好甲种吼，好好甲花吼，伊就会真鲜啦。好啊嘛，哎，红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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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蔡连安咯。我当然是了解伊的困难啦，你回屋啊啦，搁有安地，若要食正当的头路吼。恐惊无遐尔简单，所以去排路边摊，虽然有较辛苦，不过是凭因家己的努力伫咧趁钱啊，安尼嘛无对。我做警察，因违规营业，我嘛是一定爱甲因处罚。没有啊，你既然做遐尔痛苦，为是警察头头是死的，莫做。叫我莫做警察。你要叫我做啥？你别烦恼啦，我已经替你想好了。
红叶，这边是我第三遍跟你求婚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我知影哦，我是一个真袂晓讲话，还佫真无气氛的人。啊，不过只要你肯叫，我逐天一定会讲一下笑话，让你规天心情都真好。你知影无？我要规台笑话大节，就是准备将来要念予你听的啦。哦，你是真好。伊敢会是想的？喂，我跟小弟哦，我有啥？有重要代志，好，我先等。你莫发条代志，我先走哈。啊，小燕啊，你别走，我听小燕啦，小燕。我讲死心死心的我，那亲像空白纸，目屎已经流干。刚有真侪民众来分局的抗议，讲伊连这路边搭小小块块的代志都办袂好势，是当做啥物代志？还佫分局长佮督察真注意你的代志哦。我今仔是来甲你讲，有人伫咧分局长的面头前甲你吐槽，讲你包庇这路边搭犯违规营业，敢真是有这个代志？绝对无这个代志。我嘛相信你袂做这代志啦，也毋过我甲你建议，你用加派一挂人去处理这路边摊，安尼毋才有法度通互阮局长一个交代，对。多谢阮组长你的关心。哎呦，蔡莲呐，啊你哪会搁出来摆啦？安尼红英会歹做人，收收的收收的，行行。哎哎哎，你甲我放手。不爱啦，干咱要卖啦。昨起哦，木收的哦，今仔要趁倒转啊，啊，无咱要食啥？来来来来，一领80块，一领80块，紧哩紧哩紧，大哥，啊，本钱凊彩哩花呗啦，恁车钱嘛无够。我哩有够无够，袂爽的袂使哦。卖安尼啦，卖安尼啦，来收个，哎，阿牛啊，斗收收收，收收。小陈，这嘛敢收我变面哦？我来啊啦！收啦！收啊收！警察无听咱，就抓咱袂着了啦！管管无管啦，我听啥物，我要买啦！你物件，哎呦，物件才几多卡，你无好。这个钱，我钱，人做恁走，恁惊沿路人。莫安，安尼就走，等你警察。主管，安怎？你安怎？我外面拢抓到啊，啊，你这边呢？好，这个走，拢抓到，收队。
这个哦、喔。是啊。哎呦，我来讲吼，以后吼，你来想较济方法的哦，赶紧倒过，恁庄妈才会爽。哎，金姐嘛，金姐，我跟你讲哦，人家拄才金虎甲我讲，迄朱凤英哦，互伊倒在场哦，爱骂甲臭头去，还佫有陈小弟啊吼，应的过，我哪拢叫人无手机嘞，好食好食哦，恁庄妈好爽的。大家也无啥哩欢喜个呢。金无，董事长，你去开车出來，我想讲买庙添油香。是。你去添油香哦？哦，哎，我知啊，一定是你歹代志做伤济哦，想要去赎罪，对无？哦，别讲，别讲啥。我张建昌是正正当当的生意人，啥物人正有通来证明讲我做歹代志？我跟你讲。你家己较定着嘞，唔安尼结狂结笑，死到当外人面头上，我无面子，甲闹起闹大。知啦，知啦，都搁你交代。等我大概甲你出去应酬吼，倒一摆，互你闹开，哪？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伫正常界甲宗教界真有分量，就是安排我要出来选举，等下伊伫庙里听候我，嘛安排一挂记者要甲翕相，替我拍一下知名度。我无甲咱电影迷痴同款尔，吼、哦、要用访问，啊，煞来搁看报纸嘞，啊，尔要电影迷痴。所以，我甲你讲，伊款刁民，你爱较注意嘞，迟到你爱好好表现，知无？你放心，你放心啦。哎呦，我的演技是一流的，但你也毋是，你毋知啊。继续，等我吼，啊，我来换一撮搁较水的衫，啊，补一下妆，点一下演技的，互你面子嘞。等我，我要去哦。哎，等我，电影迷痴的无同款。今仔日临时来安抚咱哦，咱早就该去死啊！看你后摆要怎搞袂起来就好。你嘛唔通遐调皮，人咧作秀啦，迄是咱六个挂菜鸡有心，怎敢操了忝？所以今仔做咱看一下，啊，你着好好怪哦。你唔知害啊，人对你好，你也莫，知影吼，好心过雷子。我甲你讲。啊，凊彩安尼哦，做一日。哎呦，你倒来啊！哦，啊，你是走对去啦。真好心命吼。哦，我困是醒嘞。上面。他给你啊，你也背啦。哈？嗯。啊。你莫。小弟啊，离开你甲囡仔已经半年外，我逐工。拢真思念恁母仔囝，你毋免为我烦恼。我即马生活过了真好，食穿拢无问题，身体嘛愈来愈勇。这是一个月我赚的，真实的，含顶个月比起来减真多。还过你放心，我会阁更加努力打拼，加赚淡薄仔钱寄转去互恁，通好互恁含囡仔会当过愈较好的生活。有心敬上。阿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我传你休困了无？免啦，我念伊就好啊。你的人就是安尼啦，感冒了也袂好，啊，规身躯病，叫你休困你唔休，硬要出来卖。无谈袂用着，无阿星，我走，我走。阿星，阿星，阿星啊！我讲死心死心的我，那亲像空白纸，目屎已经流干。
心，怎么那有可能？他应该变来心。阿信，阿信。阿信，挂啦，我边下啦。阿信，阿信，你来变哪一下？阿信，什么？阿信，叫你什么叫你哟？哎呦，阿信，大姐啦，阿信，等我。你拄到恁翁老友啥？你哪知？你摕钱予伊？啊，不是啦，不是，我是看伊可怜啊，毋则。你若无法度将伊放袂去，你著规日倒转伊身躯边做乞食婆对啊嘛。警察，莫啦，你嘛知影我的人是你，我袂转伊身躯边啦，你放心啦，你莫生气啦，好无啦？你爱知影呢，我是准备要出来选议员，所以我的形象。要特别注意，尤其这间庙，这个董事会是我的左转团，也你即马跟我伫咧斗阵。唔多，若发现到你甲恁前翁的代志，安尼我一寡计划毋是拢总去了了。也个，我的事业即马当伫咧顺，什么人来阻挡我后壁要行的路？也是。是心是心的我，若亲像空白纸，目屎已经流干。十分钟哦，做十六粒都要赚八块，啊，都十点钟够到赚四啊八，做四哦，三千二十个春初啊哦。你一家找伊伫念，啊念到来吼，朴树都考掉啊啦，紧做较有影。对啦，加减赚哦，较袂散啦。有影咯，帅。哎，头家哦，头家啊，哎呦，憨仔啊，来，坐。免啦，我是来收货啦。哎呦，也袂啦，我下早去才去摕，啊，咱做了也袂一半咧，无通乎你啦。哎，嘿啦，这下货吼，做好甲无做好，我要客走啊。我，是啥物意思？这工资吼，你收起。以后免来客气啊！无咯，啊你免讲跟你家讲了啦。好个啊，无法度啦，这人吼我支持袂起啦。小人，我支持你，好个啊。
清楚。阿贤啊，你搞错，再起来去抽查了。卖门挖啦，卖门挖啦，快走起啊！快走起啊！快走起啊！既然吼，人家袂让咱做啊，你看走敢那飞嘞，无咱就抬啊。煞毋知影抬，啊那春节是要怎生活啊？做角度啊。哎呀，我爸爸吼，我咧打架哩啊。哎，你嘛歹个，我头一年吼，比你较细两岁，就无咧爱你，你爱啥啦？啊，你体验是训练廿零块。廿三零块，你才几工都袂安尼。啊！你真正甲我带来？啊！我你敢敢阿大哥，我让你带来无？我唔敢。好啦，啊两个安尼见面就搭，见面就搭。等下吼，唔多啦，迄，哎哎，主任来啦。韩教练，林水库，我开人，你两个来，人薪水啊。OK， 谢谢。啊，谢谢。主任，那遐好康啊，你这是逐工领的哦。哎，恁遮袂歹呢，头家。啊，那即摆吼，钱发互恁啦。你现在走，明天来上班啦。嗯。哎，主任嘛，啊，阮都做甲好势好势，阮有认真呢。啊，恁若袂好，继续做落啦。无法度啦，即摆吼，公司无欠人啦。哎，主任嘛，无安尼啦，你嘛就我饭汤互阮食，我厝内还够两个囡仔爱吃。来来，拜托拜托啦。恁家的代志啦，我无啦。主任，拜托你啦。主任，就你，免甲苦情啦。变笑，若要做牛，今仔无内行，我拖来去包围谈。好喏。咱下早起来印头路的时阵，伊还阁欢欢喜喜嘞。啊，小娜，你是我后来做，一定有啥物原因，我来甲你看卖。就你嘛，就你啊，咩人咩人，转来啊，转来啦。一切拢办妥先，拢干事了。是，安尼真好。多谢。哦，原来是你哦，就是安尼哦，莫怪迄个主任再要甲阮洗头路啦。你是安怎买予阮一嘴饭通食？你若要安尼对付阮啦？嘿，哎呦，可是你，啊你唔像阮足够的，好好食袂开袂起，你做哎哎，快点啦，来啦，你先走，啊，哎呦，阿母，哎呦，你你卖走，死啦死啦，你好歹卖走，你好歹卖走，唔食人诶。彩莲，我知影啦，原来背后吼拢是咧张建昌咧变鬼啦。吼，迄个歹人是有够无良心的，一定是得报应的啦，卖甲伊去。报应，等下报应来收万啊啦！即款歹人啊，马上甲制裁啦！是讲你啊，歹人这是警察责任呢，是咱红眼结点点，啊不，啊好，我来看门口变啥物空。哎哎，彩莲啊，唔好误会啦！即摆变哪哈？哎呦，囡仔正要放学啊，你紧起来开门啦！哦，彩莲啊！何红英，彩莲啊，借问一下吼，我甲招爹赚拢是艰苦钱呢，是安怎我去到东桥，去到倒位？是啥物意思？你啥毋甲我处理？处理啥？处理啥？你袂出暗？讲咯吼，咱拢是吼好朋友，你咧做警察，歹势吼，我伫咧做路边摊的时阵，你逐工甲阮吵，甲阮吵架，让阮咧走哪飞咧？安尼啥物意思？你安那，就看阮哪下好欺负啦？啊，你若脾气暴就对啦。莫安尼啦，啥物意思？你是咧创啥啦？大细声敢袂听？你啥物气啦？哦，一日嘛安尼大细声嚷哈，哎，你该先是误会啊？误会？我敢哪会咧？我甲你讲啊，是我看唔着人啦，自我奉应。我甲你讲，从今以后吼，我无甲你当作你是我的朋友啦。哎哎，彩莲，你若变安尼，你若变凊彩讲，哎，真足扫兴的啊！啊，即摆是安怎哈？啊，无怪伊生气啦。确实有影吼，自从阮迄路边摊袂晓摆以后，啊，无论去到啥物所在，做啥物工课，啊，总是有人来断阮的路啦。阮到今仔才知影。原来是迄张建昌咧变鬼。哦，竟然有这个代志，啊，伊想到要安尼做，我嘛唔知。啊，这是无怪蔡莲咧误会你的所在啊。伊讲哦，你逐摆嘛伫咧讲，讲你做警察要打击犯罪，要来保护这善良的老百姓。伊讲，你也无安尼做。刘建昌，你想过分啊！我知啊，什么代志啊？朱红英来要找我。阿娘喂，哎，个查某。主管，你去喊叫，有啥物资格？只有问的哦。陈少林一家伙也跟你啥物关系？你是安怎要赶尽杀绝，互因无法度生存？哎，主管，你安尼无证无据就来指令我，
敢讲你做警察的人，唔知影讲无赖人是爱食官死刑？我敢有无赖哩？所有的内幕我已经调查出来，我实在想无呢。你已经是有钱有势哦，陈招娣根本就无法度妨碍到你，你是安怎要搁压骗？你是应该死好的啦，谁叫你？你啊，主管，就算讲我压骗，你想要对我安怎？对，表面上你是大董事长，但是私底下你做甚物工课，我真清楚。别人唔敢靠你，我朱凤英无咧惊你啦。你是一个派出所主管尔，伊敢有咧能力通去对付我？是毋是有能力？试看卖你就知。朱凤英，你话较讲清楚，你啊，你卖走。哎呦，建昌啊，你都唔知影迄个查某。哼，我唔相信有啥物能力通去对付。无营业执照，啊！你恁违规营业无？将内面的小姐佮负责人传到派出所。是。马上放人！哎呦，得遐个人是干呐，扮一个散脚陪人客饮酒尔，无你想的这么严重啦。比如甲问问的哦，啊，人甲放互转去，莫这认真啦。吴组长，你嘛知影哦，这个人是妨害风化呢。这我知影。遐个交警甲酒店拢是非法营业的哦。这我嘛拢了解。啊，你若较了解，你就不应该叫我莫追究呢。搁再讲吼，伊个幕后的头家是啥物人？这个资料我已经收集甲差不多啊。即马搜起来，就是叫遐个人头来做人证。伫证据我未找到之前，我要哪会咧放人啊？红英，这是过议员的选区的，你何必着甲伊做对啦？我唔管啥物人会选区啦，你惊伊喏，我唔惊啦。朱红英，你唔惊伊，迄是你的代志。这是顶面的命令，什么人的命令拢同款。我敢若知影做警察吼，就是要维护社会的治安啦。只要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，什么代志我不管。朱凤英，你要安怎做？你家己就要想好清楚，唔通到时阵你无在人手线。我就是，哦，过议员哦，啊，即马代，啥？派出所唔肯放人，啊？我知，安尼我知啊。啊，派出所唔肯放人，还是要安怎啦？这个查某真正是甲恁爸做对无？我即马惊讲遐人叫抓去，若讲无啊，头家是我，代志就大条啊。就是
心的。啊，到时阵吼，你若要甲人选议员吼，一定选袂掉的啦。哎，我即摆是咧讲啥？乌鸦嘴，乌鸦嘴。你莫遐烦恼无啦，即摆紧想办法对付一个查某较要紧啦。是要想啥办法？人都拢了入去啊，连过关都无办法，要想啥办法？哎呦，一个查某着靠说伊是警察，才害咱妖妇妖孽啦。假使讲哦，咱若让伊无查某做警察咧，咱让伊做警察。